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一篇短篇的 RPG 小品，叫做《魔女的差事》。魔女のお使い。这款游戏看了简介，是一款非常非常轻松的 RPG 的样子。它是一批，它是一款散步型的 RPG， 好像就一个结局，然后我们就缓慢的。轻松的步调开始吧。突然间觉得好像有点哪里 KK 的，太久没有讲录影实况的话了吧。某一天，小魔女阿奎亚来到了魔女朋友的家游玩。哦，谢谢你特地远道而来。啊，不对，刚才那是朋友。不用在意，是我想来所以才来的，所以说也不用不需要步行嘛，从小镇赶来也相当的花时间吧，走路过来不是才有趣吗？你还是好样子的，那的话你可以听听我一个委托吗？委托？希望你可以帮我把东西送给我相识的魔女，正好弟子们因为有事外出，能拜托的人就你了啊，是吗？可以哦，要交给什么人什么东西呢？将这个魔法石交给植物的魔女，因为不是很紧急，请以散步的心情前往吧。 OK， 我明白了，那我现在就出发咯。由于种种的原因，阿奎亚的只是帮忙跑腿的无关紧要的一天就开始了。果然连游戏都很轻松的跟你介绍这款游戏就只是散步的游戏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界面哦，哇好可爱哦。这样的游戏阿曲好像是第一次玩，不过它的既视感让阿曲想到那个 Suinohi 隔日，是一款恐怖啊游戏，不过阿曲自己没玩。是，等等，为什么越来越暗哦？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紧张感。魔法石给植物的魔女，选单哦，选单是那个大象，我想说我要按到选单啊，杀了我。系统，不需要修改的东西。哦，这 BGM 啊，好欢乐哦，很像那种奇异魔哦，是花哎，啊，花瓣，最近冬天哦，好像有不少花开的季节，花季之类的，所以很多人又去例如像是台中的新社啊，去赏花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不过阿徐哦，玫瑰。不太喜欢人太多的地方，对，因为人太多就是只有人啊。哦，到了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，请问是哪位呢？这次见面，植物的魔女小姐，我是阿奎亚哦。阿奎亚居吗？我是弗雷亚罗尔，请多指教。那么。这边应该打错名字了吧？那么找我有什么事呢？啊，没有，有人拜托我一件差事，让我把魔法石送过来。啊，那个啊，我等很久了呢，辛苦你了。下次教课要用到的东西呢？教课的意思是弗瑞亚小姐是老师吗？真厉害呢。没有那回事了。对了，阿奎亚君，现在有时间吗？有的哦。其实我有个东西必须交给朋友，但是现在腾不出手呢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想拜托你这件差事。好，反正我现在很闲。谢谢你。那么，希望你把这株烈火草交给极度的魔女。
OK， 那我出发哦。露西要小心啊。所以这是一款散步，然后去每个魔女的家拜访的一款游戏，对不对？哇哦，沙尘暴。哦，对。如果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这种荒郊野外阿巡，应该会很紧张吧？对。而且像是沙漠这种温度早晚气温非常非常的落差的地方，阿徐可能承受不了。最近前阵子冬天啊，不是才降温比较冷吗？阿徐就有点为什么要这么冷呢？不过又在前几天前不是热得要命吗？很大的温差就已经让阿徐受不了，何况是哦，可以这样哦哦，正面。啊，好可爱哦！怎么可能还是这种超级极地的地方？等等，这是可以调查的吗？大声道的，大声呐喊的话会有回音哦。虽然我不做这种事。哇！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回音？不过应该是没有啊。哦，所以这种地方也是。啊，可以调查的，好像出现在电玩游戏的洞窟呢。所以不单单只是走路哦。啊，你好，这里好热哦。我记得你是，我叫阿奎亚哦，你是极度的魔女伊雷弗雷小姐对吧？啊，说的没错。但是别用那个魔女的名字叫我，我不喜欢。这样啊，我知道我啊，对了对了，我有东西要交给弗雷小姐哦。东西啊？难道说是拜托弗雷亚的东西吗？对对，来，这个给你，好像叫做烈火草来着。啊，谢谢你，这草能抑制我暴走的魔力。啊，弗雷小姐的魔法是不是很难操纵呢？好像听说容易被情感给影响什么的。是那样没错，因此嘛，与其说是药的话，不如说是精神安定剂一样的东西吧。说到送东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必须要交给别人的东西，可以拜托你一件差事吗？反正你很闲吧。哎，又是差事吗？妈，我有空，所以是没有关系了。帮大忙了，那么将这瓶毒液拿到万圣的魔礼那边去吧。有毒吗？那我得小心拿呢。啊，拜托你了。哎，所以特定的地方哦。好像迷雾，还是要特定的地方调查。哎，还是有多重的兑换框框嘛？这里果然看不到月亮呢。森林中嘛，万圣小镇是往这边走吧？好像又迷雾，好像要出现怪物了。啊，这是重复视窗啊，重复视窗的对话。好，万圣节已经过一个月了哦，至少待个回去也不错。妈，算了吧。喂，哎，这不是人吗？嘿，全都是南瓜。所以这个可爱的小姐只是背景，只是好吧，根本抓不到跟她谈话的时间。哦，这个更可爱。等等，是不是南瓜精灵哦？全部都是南瓜啊！看到妹子真是开心啊！平安无事的到达了万圣小镇。有人住在这里吗？
算比起这个没有人的机器啊，猫咪猫咪有猫咪，嗯，喵喂回应我啊，看起来很有趣的店呢，想靠过去但是没有带钱哦。贩卖着可疑的药啊、道具啊之类的，怎么说才好呢？像是土产店啊。嗯哼，啊，有人死掉了，某人的坟墓，还是说是僵尸的睡床呢？应该是后者吧，这样可爱多了，不是吗？干枯的喷水池，或许原本就是干枯的吧。怎么好像有点热血的样子呢？你好，哦，是克雷尔吗？第一次来到万世草镇，真是个热闹的地方呢。啊，我是阿奎亚哦，好地方对吧？这里是我的理想家，阿奎亚吗？我是坎多利，请多指教。我是一个连名字都念不好的魔女的气。阿奎亚是来观光的吗？这里有香的，要不要帮你呼叫史魔啊？不，我不是来观光的，你是被拜托来跑腿的。哎呀，是这样吗？弗雷小姐拜托我把毒药送过来。啊，那个啊，说起来我曾经拜托过他了。谢谢你啊，居然忘记了，不错的毒呢。这毒管还是弗雷伊那里最好的，这毒待会儿再用。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很邪的你。哎，我看起来有这么神吗？好像是呢，跟灯笼们差不多一样。啊，灯笼指的是小镇里的蓝光精油，可爱吧？是我做出来的。啊，原来又有那种东西呢，所以想拜托什么事呢？希望能把南瓜布丁交给美丽啊！美丽是圣诞的魔女小姐哦。南瓜布丁，嗯，难道说是把刚才的经历给圣诞的魔女对吧 ？OK， 我走，麻烦你啦。嘿嘿，啊哈，这是一个非常应景的 RPG 游戏哎，因为前阵子是万圣节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十二月初。圣诞节快到了，今年2015很顺利的要过了，对，像那个很多很多的节日，今年好像发生还蛮多。哦，不对，哎，不能回去了，要讲废话，忘记可以调查一下啊。该对话的视窗哦，看着一望无际的星空，真棒。哦，那漂浮的光是什么啊？我不讨厌海鸥哦，比起野鸥来说，喏，阿许也是，比起热，阿许宁愿冷一点。对，而且随着年龄增长，阿许以前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，不过我现在已经默默的喜欢冬天了。大概极致的冷还是一种喜好吧。明明只是光亮，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呢？啊，真不错啦！这种树木家里也想要一棵，太棒哦！光线什么的，哦，从蓝光转到绿光，再转到蓝紫光，哦，偏红了，很棒的地方。虽然寒冷，心情感觉好像还不错。然后了啊，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哪位？初次见面，圣诞的魔女小姐，我是阿奎亚。啊，阿奎亚小姐，那个我叫奈特梅丽，是圣诞的魔女。今天是来把送东西给梅丽小姐的。坎多利把南瓜布丁寄放在我这里，
哇，谢谢你特地来到这么寒冷的地方，因为坎多利妹妹很怕麻烦的。坎多利的个性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随意哦。美丽，你喜欢南瓜布丁吗？与其说是喜欢，不如说是南瓜布丁是最爱的食物。我也喜欢南瓜布丁，下次能不能也给请坎多利给我做呢？一定会的，坎多利妹妹的南瓜布丁非常的好吃哦。这样吗？那真是期待呢。怎么办？我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了。我等一下必须要去露西妹妹那里才行。可是就想吃南瓜布丁，怎么办？你可以边走边吃啊。南瓜布丁就在吃。坎多利妹妹的南瓜布丁会非常久的，虽然现在没过多少时间，所以看起来很老实。会逃走的生物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？例如，就是一个像是苹果的水果，可是咬下去会惨叫的魔界水果，各位敢吃吗？大概就是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会逃走？那是南瓜布丁吗？原来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是生物吗？那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能不能带领我去露西妹妹那里呢？只要交给他这个冰木之，拜托你了，小事一桩啊！因为我很闲嘛。谢谢你，南瓜布丁，哈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到了，这是齿轮的魔女吗？时间，生锈的很严重呢。阿奇喜欢这种沧桑感，不过想到时间，然后齿轮就会想到小燕啊。不，这场雨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吧？妈，最近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了，这样应该也会连带到影响到雨滴吧，越来越毒。铁和金属的味道。这附近没有下雨呢，简直像是时间停止的空间。天啊，不知道魔法少女小圆之后还会不会推出接下来的作品，真的非常非常期待。不过还是只能等候了。看着巨大的东西就兴奋成了。哇，跟以前城镇里的大石祭塔很像，虽然它缺少了齿轮。有人说好了来着，我忘记了。这边也完全的生锈呢，连 B 卷也是这种令人有点窒息沧桑的感觉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适合慢慢的步调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轻松愉快简单，然后的确非常非常好听。看着巨大的东西就兴奋起来了呢，住在这种地方或许不坏呢。时间暂停吗？说到齿轮的话，好像是某人的母女名齿轮。这边也完全的生锈了。叫此齿轮的魔女，还是时间的魔女叫齿轮呢？哦，齿轮的墙壁会，哦，好可爱哦！你好，哎呀，请问是哪位呢？我是阿奎啊，你是机械的魔女小姐对吧？是哦，我是机械的魔女露西·克兰克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代替美丽过来的，因为她好像有些提示。哎呀，这样吗？不是什么大事，没关系的。
他说只要将这个冰木枝交给你呢，明明判死无就好呢。梅丽没有死魔，我也没有，你呢？我也没有死魔啊，说起来，你竟然能知道我是魔女呢，大家都没有发现的说。因为我看得到你的身体内部，正确来说是魔力的根源，跟普通的魔族完全的不一样呢。嘿嘿，这种事我知道，好厉害哦。话说露西是什么样子？透明的吗？不是透明的，身体还好好的在这里呢。这些齿轮，我的身体只要这些就足够了。你曾经改造过自己的身体吗？大概是吧，因为这样我只能吃铁，倒不是不方便呢。铁好吃吗？还可以嘛，总之该给的东西都给了，我差不多要回去了。哎呀，已经要回去了，跟外表看起来不同的在忙碌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闲人呢？因为没有特别吗？想说在这附近散步的啦。那样的话，齿轮的魔女在附近，你可以顺便去看一看他的魔女空间，很有趣的哦。齿轮是指司马吗？很久没有见了，要不要去看看呢？哎呀，原来你也认识呢。你去的话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他之前还说，最近都没有人来，好无聊哦。那我就顺便去一趟吧。再见哦，露西。有机会的话，我还会再来的。好的好的，那下次见。